Hello，我是江江，我今天来改这台陆上彗星。那这次我就不升级它，直接改装。What do you need then? What are you after? 升级的话要60万，那我这次就直接改它下面的护具。车体哦，车体这个有加那个轮毂啊，There it is. 刹车的部分35000块，这台应该是 Porsche 911吧。You've got an eye for this stuff. 导流板只有两个可以选。听说导那个尾翼不要选太大了，不然会翻车。那我就选高导流好了。其实原厂的也可以啦。好，我选高导流。Don't she look pretty? 高扰流板。现在是早上6点钟，不好意思。那变速箱的部分10万块。Now you'll get the best out of her. 就选原厂的。那轮胎款是强化胎25000。They're bulletproof. 烟雾的话就选绿色。OK，看来是这样子。因为它没有升级的话，它的改装的东西就很少。先，离开办公室。I'm always here. 哇，外面下起了雪，超大的雪。Hi. 是没有到那种，有啦，一点点看得出来，像下雪那种飘雪的感觉。加速稍微慢些。不好刹车。到这边。